刘备带着50,000精兵跑了3天3夜，还是被曹军追上。刘备已经摆好阵势了，我们只有500人马，可他们有50,000。哎呀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张辽知道许褚脾气急，就让他原地等着，自己去找刘备谈判。但刘备的态度却非常强硬：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话虽这么说，可仅凭这个理由，张辽也没法交差呀。没想到刘备连借口都准备好了。袁术兵马已动，军情如火，万万不可失了容机呀。身后的50,000精兵让刘备底气十足，刘备不但拒不回师，还托张辽给曹操传个话，就说刘备不会辜负了丞相，更不会辜负了朝廷。刘备这话说得相当巧妙，他既没有跟曹操翻脸，又表明了自己只忠于汉室的立场，同时也在警告曹操，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是丞相，不再属于朝廷，那刘备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我以为敌军来袭，所以预先布好了阵势，原来是张将军到来，虚惊了一场。刘备虽然嘴上客气，但却一点都没有收阵的意思。眼看张辽无功而返，可把许褚气坏了。我俩本想厮杀，张辽不让。张辽做得对。大家都以为曹操会火冒三丈，立刻发兵剿灭刘备。可没想到，曹操不但没生气，反而还很高兴。我越来越觉得用刘备是用对了。首先就是刘备肯定能打败袁术，帮曹操铲除心腹大患；其次就是曹操早就派了2员大将跟刘备一起出征。那50,000人马归他们掌控。不归刘备。第三，我历来用人都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既然用了，岂能后悔？曹操可能也发现这话有点假，就赶紧又补上一句：如果刘备敢反，正好给我一个取他首级的机会。曹操的话乍一听挺有道理，可仔细一琢磨，全是漏洞。程昱还以为曹操受啥刺激摆烂了，赶紧找荀彧分析。荀彧登上曹操的号，体会了一下，立马就明白了。我看主公不荒唐。是你荒唐。既然刘备已经跑了，再追杀也没什么意义，还不如干脆放了他，让他替我们去截杀袁术。管他真心还是假意，多个盟友总比多个敌人好吧。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袁绍。先生所言极是啊，可主公也是明明错了却不认错。其实曹操也早就发现自己放走刘备是大错特错，只是不肯认账而已，这才绞尽脑汁想出一大堆理由来掩盖自己的决策失误。何为忍辱？那就是知错改错，不认错，万万不肯认错。这话显然超出了程昱的认知范围。就在他努力消化信息量的时候，刘备却已经一路高歌猛进，打到袁术老巢了。